的选择。那比赛要，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，玩游戏呢，如果胜出的话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关刀，好不好？充气关刀，来来来，一人拿一支哈。那如果输的人也没有关系，主持人手中的桌历就会带回去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请大家帮我把它带起来，我告诉大家你们的角色，一个是叫大乔，一个叫做袁绍，小乔以及赵云。好，你们自己记好了，我们现哇自己记好了啊。那我呢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要由他们喊，是我怎么为大家来做现场示范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由我喊呢，由我喊，所以你听我的指令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由赵云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倒数三秒钟，来，赵云蹲。刚刚已经分出胜负了，袁绍刚刚自卑了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样，请袁绍带走我们可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桌历，然后呢，帮我把这个关刀送给我们的赵云，好不好？往前走一下，送给赵云，赵云，赵云。好了，大家帮我把这个帽子、这个法箍拿下来。好，那我们请两。